喂，晚上好。感谢灵神三挺对三幺五起和大头鱼送的点亮，谢谢喵美女送的点亮。怎么打开游戏没效果？哎，刚才怎么点魔兽没反应啊？谢谢周小菜，谢谢风中有朵追风铃，感谢清水已被认证，谢谢九至尊、毛三混王和神帝东西，感谢工具栏，谢谢等你下课后看电影，感谢鲍勃天亮才睡飞送的点亮，谢谢毛能能、修行旺普和维生素送的点亮，感谢半神瓜小明还有猪猪炸弹送的点亮，谢谢瓦叶送的点亮，谢谢 Fisker TT 和陕西在逃出家魔送的点亮，感谢瓦叶帅哥送的十个花花。谢谢新混帅哥送的11个点亮，谢谢阿四送的点亮。今天先去掏 ICC 了，ICC 也是掏货。感谢李娜帅哥和直升机帅哥送的11个点亮。感谢 Pew 送的点亮，谢谢要出师送的点亮。伦哥，解一下走藏，走藏是 ICC 劳役。感谢 KL 马克思威尔、小龟向日葵和酱油大神，谢谢巨门记忍者问谁没送的点亮。谢谢 Invoker 和纸鱼送的点亮，感谢部落医师送的一个点亮。今天打不打餐酒桌，晚点再说了。不能加入我们的队伍。
喂，云哥，等我两分钟，我们在萨龙的。今天没，不是今天没休息好，今天忙活了一天我。谢谢永辉和无语芒果豆冰沙，感谢斯普莱斯七七惨败和聆听秋风送的点亮。所有新游戏到时候出了会掏的。本来就睡觉睡得晚，家里事情多。睡觉刚人刚躺下去，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一看是我爸的电话打过来，一接起电话，里面一个不认识的人，好像是小区保安，问我家里的具体地址是哪个位置。三更半夜不知道怎么会人会跑出去的，然后我拿定位仪给他定过，定位仪我给他定到早上七点钟，定了整整三个小时，他在家门口那个来回的地方来回跑了大概十来圈有的。刚才准备打开直播了，我叔又说那个定位器的那个位置啊，他手机上显示不太对，然后我给他发消息，给他不停的报那个人的位置，后来跑到那个电瓶车地下室充电的停车库里面找到他了。这跟我早不早点休息没关系啊，我早不早点休息，他能跑到哪儿去我都没办法。谢谢树，感谢 ZD， 谢谢西河望叔，谢谢海伦娜和混子大队送的点亮。感谢混是一种态度，混总大帅哥老板送的保时捷，谢谢不玩游戏送的点亮。自由古巴，感谢超级大富豪混世懂态度混总大帅哥老板，谢谢混总大老板每天都来直播间支持一下，感谢混总，感谢英俊潇洒帅无敌的混总大老板啊，十八岁那个什么战士改名成自由古巴啦。为啥会改名呀？自由古巴名字很帅嘛。今天我看秤子说紫喵不玩了，那我们得弄个萨满。喂，不知道啊，我问秤子紫喵呢，他不玩了，他不玩了，要搞个萨满。哦，莫森德你不来也可以啊，你就打元素也行啊。我重启电脑一下云神，你去弄吧，没事。大概率趁子又干什么事了，然后把妙叔惹生气了，然后妙叔废了。啊，趁子干了是吧？之前不是有个胖哥吗？胖哥他有他去打完了吗？那个跟钢板似的，那284那个大奶昔呢？
感谢心跳，哦、对对对，谢谢心跳送的点亮，谢谢心跳帅哥送的多喝热水，感谢一大盒无话可说林中路明送的点亮。我一走你就会了，我在那半天，你挂了半天机，好吧？感谢多小十年送的点亮，三八有你份的，真有你的。是吗？这干嘛秋子带他们做铃铛是吗？没有，他带女角色打全通那个奥杜尔，搁那混装备。我进去混了半天，他搁那给我装了十几分钟，我一走他就给秒了，这个瘤子。就是这么玩是吧？牛哥没去哪儿，牛哥每天打打枪，啊，玩玩那个云顶之弈啊，他没去哪儿。牛哥有他自己的生活，我又不是牛哥的亲戚。我又不能干涉牛哥的生活。那个服务器手刹啊，铃铛啊，啊是您的呀。怎么陌生德换那个换萨满，那我换个小德来吧。换那个换萨满，那我换个小德来吧。都没萨满呀。那我换个德来吧。没萨满。你换什么？我换我德啊。你换什么的？就要素没人组织这个，没收益打铃的。搞谁？搞天少跟那个了，有一个天少，还有个那个什么十八岁啊？天少十八岁，再加一个那个，正常人也没看到啊，把这个弄上。邓涵今天临时有酒局。然后这道人今天找打手也没找到。天少呢？还有个那个十八岁呢？十八岁他人呢？就是那个叫什么自由古巴的，把他弄上开整了呗。我和小明搞冲突了，他需要碎片。哦，行。桃花你不打吗？桃花喂，云哥我换吗？随便你啊，你要换你就换，没事。我换吧，我那个你喜欢玩鸟德你就玩鸟德，没关系啊。啊，你租我吧，这数是退了。奶昔又不嫌多的 ，SCC 又不嫌奶昔多。谁会嫌 ICC 奶昔人多呀？那天少打奶妈试试啊！天少，你不行就把那个碎碎种桃花给他组上，让他奶昔进来不就完了？他可能有团队，正常人呢？他可能有团队，你看。来，要喝酒。我看冬子不是上线开打了吗？要。那把冬子组上。他冬 A 入位的，他怎么上线？他没呀，他完了呀。冬子 A， 冬子又会横跳的呀。把冬子组上开打了，这不开打吧？那冬子弄上开打，天少你打奶妈，天少，狠狠的奶啊！啊，天少你狠狠的奶起来！冬子来了，开打了，对，我想起来了，冬子昨天晚上还在群里了。冬子又来了，啊，又来了呀！来了呀！冬子又来了呀！来了呀！干什么？冬子不能来了，你干什么？你什么意思？不让冬子来、啊？不是，冬子昨天在群里头还说了，今天开十五 buff， 完事之后进来狠狠的炒。行啊，那你上哪期啊？小猪被干还是蛮自觉的。小明换萨满组你啊？没换萨满，我们人弄好了。嗯，谢谢想要有直升机大帅哥送的一个直升机，谢谢肥肥蜗牛、养虎大人、司徒小魔。明天赶早再回去一下。今天处年年智障了。今天 H 教授
20%掉率。把年年知道塞在塞在年年嘴里啊，塞他嘴里。万一呢？我说万一怎么？啊、对，万一20%被一顿暴打，我把主播打进 ICU。那应该不至于的。其实你看都会打，无非就是处理那个转阶段那两个软有点痛苦。无非就是到时候把主播再次打进 ICU， 趁他病要他命，我的。打不进 ICU 的，打不进 ICU 的。打不进 ICU 嘛，我感觉没有，没不是，还是很容易打进去的。没有凑蛋，咱试一次看看转阶段的那个软泥能不能打过。转阶段软泥能打过，不就走吧，开掏吧。别小怪随便弄弄加加是20了吧？啊，是15了，啊是15了呀。感受一下15的不同，感受一下，感受起来。我操！我这个圣洁护盾怎么把它弄掉？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啊，这圣洁之盾护盾愤怒之锤是哪个按键啊？我把它擦掉它。我操，这15提升有点多，我直接从40000血提升到45000了，快！哪有这么多？你有40000了？将近我提升了4000吧，大概其5%没这么多吧？今天看呀，能掏多少掏多少呀。我要不是事儿多，我肯定掏的挺狠的。我没办法，我最近事儿多，我的，甚至叫我掏那个，我都没来得及掏我的。我最近这个月上海估计来回跑了20次有的。那没办法，你老爸这个状态你也不能不去管呀。啥是真事儿？人活着都是真事儿，没有不真的事儿。谢谢是萝卜喵和中原花帅哥送的点亮，感谢。没事的时候谁不愿意在家里头多歇一会儿，玩玩游戏，放松放松。又麻吉这个德比他术士还好？是比他术士好呀，他德买了很多装备的。啊，术士一分钱不花是吧？好好好。什么不花？术士底层啊，买不到呀，买不过人家。你打到上周你才出470，这有你的。我买不起呀，我靠。你一直都是穿的那个 T9， 混到上周才穿的，第一次穿470，真有你的。没有，看我这瓦格里，我靠，三个瓦格里。我穿一下陷阱。啊，这么多瓦格里。啊，超猛。好了。你这牛头啊！哎，瓦格里，你刚才一下打了5万，我操！他瓦格里占比10%左右，很猛的。我当个好人，给你们共享一下任务。ICC 老一周长，那我上周周长我都还没交呢，刚才打。哎呦，坏了，我这个共享不了，你们谁有共享一下？你们那个把走。我点。我这个老卡任务列表，点不上共享。人生病了不是花钱能解决的。丁师傅说有个花钱的办法能解决，就是每个月花10万以上，把它放到一个敬老院，然后里面有一堆的护士跟医生。疗养院，就是这个意思嘛。花钱嘛，就是花钱嘛，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嘛。我说一个月10万，我出不起，我一个月10万，我现在出不起，家里花钱，小孩花钱，加上每个月固定那个，现在这个收入跟以前没法比了。再说资产贬值也很厉害，对吧？这个什么东西都在跌。拉个糖，王哥。我吃个，把这个吃完，对吧？至于你说什么给他买个房子，纯的，这个不是这个问题。这东西他现在是个人意愿的问题。他个人意愿就是死活不去医院，死活不吃药。但是他人是健康的，做子女的为他着想就。我很简单的，我跟他这个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为他着想，你也不能完全所有东西，你也不能逆他，有些东西你也不能逆他的意思。
啊，就是你我就他怎么开心，就让他怎么来呀，就结束了呀。对对，就有时候人老了，他会容易变成那种小孩一样，有小孩的思想，所以你要有的时候，要有些东西要顺着他的意思走的。就顺着他意思啊，他怎么开心就怎么来，准备上了，走，三二一，走。你就把那个开掉好了，现在就开。那个谁，博森德，现在就开吧。五次，快打！哎呀，陪家人也是一句话，因为这东西谁不想呢？问题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节奏了。五次，快打！那根外面的针帮他戳一下呢，外面那根针，帮下忙呢。那个绿三角，半天没水。没旋风。不是，这不是钱不钱，弄这弄那的问题，跟这些没关系。我五次，快打！我先来第一个牺牲吧。星辉牺牲还在吗？等他再把人穿住四的时候，给他来一下啊。哦。要有出事的时候给他来个牺牲，反正两轮他就应该就没了。来个牺牲，来个牺牲。五次，月亮一下子就没了，还没转。我被出事烧死了呀！哇，他这个火放的太激动了，刚才。你能抄冰箱吗？扎起来。就你被扎起来能抄冰箱吗？碰不了，放不了，什么剑都放不了，瞬间把我秒。有一个那个大饼的刺在外面，近战打是很快的。大饼那个刺就包包在打，你们都怎么转目标要稍微快点。五次，快打！就帮他弄一个保护吧，他在哪？下来了。他下来了。刚才没人打的不刺，我说给他保护。那你说的有点太晚了，人就在上面戳了十几秒了，你说给他来个保护，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我刚才点了半天，一看我技能已经 CD， 我给过第一个东子，我给的保护，我看没好。我的意思是黄花菜了都凉了，你是不是反射神经没跟上呀，兄弟？说这事儿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来个手腕吧。他反应挺快的呀，我一扎上去他就给我那保护了，我都服了啊。吸血斧啊，怎么从来没出那个手腕，从来没出过一次。刀刀很开心啊，刀刀两个半分吧。哇，我感觉我应该关点插件，我的画面上有点乱。我是两个半分吧，差不多啊，差不多呀。铁搞到一块儿，哎呦，谁打第一？趁着打第一了，趁着你这没白买呀，没白买呀。趁着随着 buff 一开，趁着天天喊弱，这 buff 一开，妈直接暴打第一，暴打第一。是，追都追不上。这有你的车，这把村子肯定划水了，他才四十个。一席都不到，这流子在那疯狂划水，还有说加强武器，怎么回事啊？趁着怎么会死的？不是说不厉害吗？他今天得好好划水，才能让秋子给他加强一下呀。啊，这么搞的？你不让趁着加强，所以他在乱划水。这四个怪拉了四个方向，这个四个顺利的怪。因为目前那个双子哀伤跟连连都加强过了呀，就秋子剑没动。今天你们那个双灾伤又加强了，那个 boss 怎么可能只有又加强、啊、双灾伤再加强？为什么他把那个他把加了那个加了减仇恨啊？双灾伤减仇恨啊？年年也减仇恨、啊、知道改了什么？年年也减仇恨，就加了个减仇恨，都是减仇恨。怎么减仇恨的？哦，趁着好像不需要减仇恨。你的技能暴击之后就消减百分之多少？30%是吧？我的乖，趁着不需要减仇恨，怎么不给我消减一下？他好像是那个，你不需要呀，你不需要。他那个是抄的是那个瓦兹奇的那个视频的那个效果，但是我没玩过那个版本，我不知道。有个裤子。我靠，瓦兹奇那个视频谁用啊？因为他们说那个剑骑士要用，所以不能那个。对。
本来是给剑加了的，然后有人有意见，那个拿剑的那个房企有意见就取消了。哦，再别说拿了一把。现在就一个在狂混手里吧，那把，村子这边。哎呀，不是老年人陪不陪伴，这都是一句话的事情。你真的做起来，大家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有句话叫什么？久病床前无孝子。没错，这真不是不想怎么样，有的时候确实没办法呀。这个东西很简单，你不要把自己这种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拿出来比较。这种东西你像不是随口一句话就能解决的，还要工作，还要照顾孩子，这边比如说家里还有老婆还有丈母娘怎么样的，然后父亲身体还不好，你这个东西你把你所有的这种家庭环境你的这种东西你全都算到一起，你去算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不能还真不是有钱不是问题，你让我花多少钱把他病治好我也愿意的，问题是这东西这病本来就不治之症，还真不是钱的问题，钱的问题这，所以人家说能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算什么问题嘛，你钱买不了好身体，也买不了你变青春，也不会买，不会把你失去的时间买回来，这跟钱没关系。帮我刷个王者行。说起来都是简单一句话，请个保姆，买个大房子，给他弄到什么地方，让他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说起来简单一句话，这个东西就很简单，一句话就形容，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很简单，事儿没发生你身上，你就不要去给别人评价，对吗？谁坐下那个计费员？喵叔没在。喂，云晨，我待会工资给你。身上钱都没的？100斤都没 啊？是100斤多了都，我身上就2斤。你我怎么会完成身上2斤的？是的呀，惨的。这拿着用。有了，丁师傅，有了，已经有了。真的记账，有人记账。我给云神钱。都在，都记一下吧，都记吧，不然的话报错了就难受了。谁能记账呢？总会有一个记账。我在记着，我在记着，但是我怕报错呀。报错就没了。不是这个云神，我把钱给你那个。不是这个应该。能记账，我那个没有记账的那个软件儿，主要是。也不是说出凉话，人家水友也是好心好意替你替点，就是他为你着急给你出点主意，这倒不是说什么风凉话。以前要说的这种事儿，我估计要跟大家杠一下了，现在自己经历了这些事儿，没什么好杠的。要倒计时一下，经历了这些事情吧，你从无助无奈弱小啊，再到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变化，结果我们不就是心里还没准备好就什么事儿都来了吗？你还想说我还是个孩子的？不行。还有个这个，这东西100有人要吧。面对现实嘛，人就活在当下，面对现实，自个儿解决自个儿家的问题。今天打的英雄难度，谢谢柚子有没有人记得光长肉，感谢我在记了呀。哦，行，我记了之后我先往公屏上发一下，免得到时候爆错了没有那个。可以啊，你打每个 boss 打完可以发一下。那个戒指卖给雪发发了100斤啊。哦，记了。那这个 boss 我们就是老一共卖了多少？400。2400。2400哈，我打个老一2400吧，公屏。这 boss 就是六个治疗，两队五个治疗加个天少，一共6个治疗，其他人全是输出坦克归坦克接。那个菲斯克接左半场的小怪，我接右半场的小怪，雪佛发跟之前老样子，然后进到二阶段的时候，那个盗贼和猎人把误导全扔给雪佛发，一波一波英勇先把他血项压下去，接下来大家就自由发挥了，二阶段就靠大家自由发挥了。二阶段菲斯克全程不管 boss， 负责接小怪就行了。一阶段大家自己注意停手，就是要补充的内容就这点了。我们往前站一点，准备上二一的时候就开始戳技能，堵到二的时候就戳技能了，准备啊，3、2、1，谁是一射出去了？你要还偷个药呢？不是，射了就射了吧，没事。
挺臭的。这里将会是你们的埋骨之地。搞小怪了，小怪在这儿，菲斯克，拉不要拉到那边，刚拉过来就是，行吧行吧。骑士记得放下神圣愤怒啊！好，可以可以，反正伤害高。不是也不是，有很多人，谢谢很多同学对主播的关心啊！别打优一，别打别打优一，单点单点，差点把人锤死我。离我远点，等会被我砍死了。别打他了，别打他了，他要死了。这谁打的呀？那个谁救他一下，马吉吉救他一下，马吉吉。我给他吃了个制裁之锤，我准备接小怪了啊！啊，直播间的兄弟们，谢谢你们关心，关键这问题只有我自己能解决，你们也帮不了我。准备小怪，来了，小怪就拖着开一开，快躲开！哎呦，地上有个圈，当心啊！要变身了，小怪要处理掉，不处理掉不能打。控人了，还有两个小怪，还有一个，好了，控人马上结束啊 ！BOSS 要变了啊，准备停手了啊！哎，帮误导跟那个上给雪花花，上给他，让他往下走。雪花往中间走，其他人再问自己注意啊！马上要出那个了，第一个的时候我会开个牺牲的，开英勇，开英勇，现在开，现在就轰！鬼怪来了，右边半场。右边半场，没事没事没事，血量高的没死人。注意接小怪啊，菲斯克只看小怪，其他不用管。出小怪的时候往小怪那走。左边半场，左边半场，看不见前方目标。没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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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哥我被控。没事没事没事，没出小怪，出小怪我先接。哦好了。那个天少救一下两队的人。左边。鬼魂自己跑没事，现在炸不死，血量高的。出小怪了，出小怪了，准备转目标打小怪啊！打小怪，打小怪，打小怪。OK OK， 没问题。鬼魂直接秒掉，直接硬打秒掉他。不是小怪，小怪说错了，小怪硬打秒掉。丁师傅，你的守护太在台阶。丁师傅开盾呗，弄个盾呗。控人了，控人了，先那个，对，丁师傅弄个盾，对，开个盾墙。再扛一会儿，丁师傅。单影鬼魂啊，开个声优啊，开个那个牺牲有吗？好好好，有牺牲就好。他帮我准备消散啊。小兵有声优吗？鬼魂在找远程，没关系，继续打。小怪先转目标打小怪，先转目标打小怪。除了小兵以外，除了小兵以外，其他人转目标打小怪。好，小怪轰掉打 boss， 我接上了，往死里打吧，打到死为止算了。鬼魂自己看一下，要太不接切目标变人啊，不要群攻，不要群攻。但是鬼魂近战有点多，我中了一下，哎呦我操，这炸的好快哦。还有战斧吗？那个巨魂还活着吗？有战斧就随便用一个救个起来，没就算了。鬼魂出了。还有波小怪，还要打一波小怪。小怪再打一波行吗？所有输出转目标再打波小怪，打掉小怪就过了。鬼魂出了，我开牺牲了，没事。炸一下是就旁边只有你一个人喷一下死不了，主要是小怪得弄掉。控一下。控了，我把 boss 带开点，不要把人一死，完了，把治疗一死了。雪花花接上了，这把中期有点臭我的。还能打，先别放弃，还能打。鬼魂出了，坦克还活着啊！鬼魂经常自己看，没事，无奈回来砍他，无奈回来斩他，靠输出了。没有，这 boss 是有点小难度的。菲斯克还活着吗？鬼魂在近战啊，两个全在近战，全在近战。我恢复他了，鬼魂。我去搞小怪了。我一五撑着吧，波斯多少？哎呦，完了！反正白吃，波斯100了，400万。还有治疗吗？两个人，可以打 boss 了，我们这五连打 boss 吧，打 boss。加菲斯克的血，
那个狂热者只能自己跑一下了，有什么技能自己跑一下了。再跑。中间那段炸的人有稍微有点多了。看你了，道道。不行，五十万有点多了。这几个人，一二三四，够了。哎，三十五万。四十二。人家还火，人家死。鬼魂在台阶那边。我还能，还有十万，十万刀了，十万，十万，好，两万，技能点子开始打，两万，两万，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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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呦，我的天，哎，我没错，又有鸡啊，跑十把自己跑十过来，那就自己一把过，一把过，一把过，靠，扩约机啊，又是扩约机啊，好久好久不见了。我说实话，我刚才这一套康宝给我给吃啥了？两个鬼魂，一个寒冰剑。就是满血瞬间倒地，不是我跟你说，那个叫啥？那个鬼魂变凤凰还挺有用的，我他妈的看得清晰的一批。谢谢大师是我无心睡眠、顺其自然和安东尼奥送的点亮，感谢布鲁猫和大碎影和菊花猪送的点亮，谢谢优越送的点亮。这出了三件装备也太吓人了，这二号本来就挺难的。那个头是毕业的吧？头是 DKT 毕业的吧？二号出没出鞋呢？我想问问。没有，一把刀，一把弓，一个头，一把匕首，一把弓，一个头。习星扩约机加头，那与我无关了。这个头还行吧？这头，这头是 DKT 毕业的。啊？脖子面前怎么没那个东西啊？脖子面前不是有个传送点的吗？没有啊，有的那个什么礼拜堂没有呀？啊，那就不知道了。哎，太奇怪了，我那应该有一个。那给小明那个是打完就没了。哦，那个地方打完就不见了。行，那给小明那个，小明有分配东西。然后让小。云哥，我给你上漂浮术了，你可以跳下去。啊，他东西给我了已经。是不是所有人都在本里头了？没有在本外头了吧？没在本外头。这扩约机长弓英雄的没出过吧？出过没有？没出过。没出过。没有。我们英雄只过了一次。英雄那是第一次过呀，这个英雄。放屁！第二次。以前打过一次，你在说什么呢？上次运气好。上次我不在。上次也是人死了挺多，后面上次死了还剩九个人的时候打过的。对话了，勇哥，我们对话呀，对话。对，来个对话的。文哥发个糖的，文哥，我糖吃掉了。一会儿上去再发糖吧，现在无所谓的。人要来呀，就动出来呀。嗨呀，今天正好不是鸟山明消息传出来，我看朋友圈。这个悼念鸟山明的至少有大概五十个是有的。我这么跟你讲，这些人全部都是他妈的假的，人家三月一号就死了，不看新闻就。三月一号的时候，那个头七都过，今天是头七吗？头七，今天都头七了，骨灰都没了，也是脑袋问题。他都过了七天才传出来，我以为他第一时间传出来的。三月一号，所以我说这些人都是假粉的。这别人又不关心他现在怎么样的，只是知道才知道这消息嘛。因为他毕竟也不是个中国人，这你也不能说，只是说大家都对这个鸟山明比较熟悉，因为小时候看他的这种漫画动画长大的。啊，救一救啊！那火炮没打完吗？好了，下层救我。我在上面跳怪了，还没人摸呢，摸不了啊，卡战斗呢。炮塔会摸啊，我作战了。那你摸算盘，不是你摸的，我看到了，你摸的，没对，我摸的，我摸了个算盘。啊？算盘好呀，算盘。算盘还行呀。算盘加多少法强啊？我想知道这个。还可以吧，我有一个，我看一下，还可以，我想要一个，201也很高，我想要了，要谁呀？我输了，我的力量不在呀，解一的话解一个呀，云哥给我一下识趣，我是确实不了解，我看了新闻，这陌生的德，你是元素是吧？这个，对啊，我聊的，我打的时候我天怒没看见。
然后我看到人家有个做游戏的老板，怎么可能？那个贴度就在 boss 脚底下呀。不是我说，我就知道鸟山明画的阿拉蕾跟七龙珠这俩动画片看过，还有什么别的作品吗？对，你不用说，别人是假粉，别人确实也不知道，跟你一样。他大伙大部分也是昨天才知道这个消息，还知道还不知道这消息真假呢。人家有个还是最出名的。人家有个做游戏的人说，他女儿跟他说，人为什么要死？人死了感觉很可怕，不想看到以后，说爸爸妈妈会死去。他说宁愿变成一块石头。然后下面有一条连着一起说的，他说鸟山明不在了，以前七龙珠不是神不在了，那个龙珠会变成石头吗？这两条是连着发的。上面两个不同的人写的这个事情正好给他连上了。哎呀，说到这。人能怎么样？人只能面对现实。这东西谁要？天少要不要来一个？一百。陌生嗜血来一个。那我刚想说一百的，那给你吧。马上野德发野了呀，野德变得很野的。攻速太快了，而且野德拿现在不是已经野了吗？惩戒期不是有那个掉纹了？什么已经有了吗？没呢，24号呢。啊？没做出来。好，这个是雪爸爸最强的头啊，给你300斤、雪爸爸最强头啊，你配装应该是用这个的吧？你不会不是用这个吧？他怎么用了个那个坦克？他怎么换了个头啊？雪爸爸换了呀，你应该手套加那个的呀，你怎么换了个277的套装头啊？你先换衣服裤子呀。呀，糟了！那你这帽子有点浪费啊。你这不能换套装太亏了，这。那就换其他的配装呗。好像反正也没人要，就给他吧。这因为现在命中跟那个都够了嘛，现在命中和那个什么都够了。我记得小孩小时候最担心的就是以后父母老了会不在了，每个小孩应该小时候最害怕这个事情吧。你家里小孩也会跟你说的，他说为什么人以后会死掉。他要在我前面，他心弱小。你们是出500还是2000？现在到3000了。3000了。哦，现在是3000是吧？对，我以为喊的很激烈，3万。我好像9000拿的，都没什么。你已经弄好算盘了？不好用吧那算盘？我第一个算盘。那占比0.几吧？就是我记得。还行。我感觉2%。这个算盘，萨满跟小德应该会好用一些。不好用，一点都不好用，占比太低了。他占比确实低，但是他法强很高。对，就法强高，200多的法强。废话了，毕业手腕还有两个装备呢。哦，还有两个装备给他弄掉呗，不着急。阿吉去跟军魂站正面，你在侧面推着吗？最近你说这两年走掉的人不是一大堆啊？什么马拉多纳，贝利也不在了吧？好像两王一胜。一黄一箭头全没了，还有贝坎鲍尔，对，这不走了很多人吗？走了一大堆嘛。这什么东西啊？就反正疫情之后感觉人走的贼快，我手腕15000啊。对啊，15000。还是毛老板有钱呀？15000吗？啊，15000，15000，别记错了，15000呀，别记错了，15000呀，有点凶啊。以后游戏里的剧情还会更新，说什么鸟山明其实就画到魔人布欧就结束了，魔人布欧都有点牵强了，完美的结束肯定是在弗利萨或者是沙鲁这儿，已经可以完美结束了。这魔人布欧后面再后面的剧情感觉就很扯了，已经那个七龙珠超什么的、好像都不是他画的呀。你这个是10000啊？我那个全网也不是啊，这是1000呀、
我那我就两千点人家就锁这个头发越长越牛逼。好了屁，好了等我屁，还三千了。密室英雄杀手披风三千，好像是。倒计时一下。这玩意儿跟果实布应该差不太多吧？那这个是小明。好，那对话吧，趁着对话。碎片是积一千的吧？雪佛发，你咋输出啊？我跟他来顶啊。碎片是积一千。你现在能签吗？碎片两个一千给了，两个一千他已经给过了，两千。现在可以切的。可以切，雪佛发切一下，你卡战斗了。那我把你弄成那个。要快一点。快救我！谁能救我的？赶紧救啊！赶紧救云哥！快快快！快赶紧救我！干涉了。垫一下啊！垫一下也行，垫一下也行，来得及，一分钟够，来得及。多来几个人垫呀，多来几个。好好好，东子给我垫起来。啊，东子给我垫。东子给我垫出来了。好家伙！buff 补一下，buff 补一下。buff 快！我先那个了，我先搞飞。你们给误导，其实我家伙。一会儿跟云哥玩会儿三角洲。别发声啊！别发声。三角洲，先把这打完再说吧。掏完三角洲啊，你有资格了，掏吧。没有，是群里面一个人给他的。群里面有个兄弟说不玩，啊、好像是小石头还是谁啊？对，小石头。他们说不打枪的，然后拿了抽了个资格。小石头不打枪，有资格。小石头就把号给我了。三角洲好玩吗？让我爽。深兽之王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垃圾我先推啊！哎，他他妈怎么去打同区了呀？我是李哥。是会这样的，部落会这样的。妈的！这火蝶是个傻子吧？准备小怪。不是，啊，你是天怒的，铁兽啊，喷火的。他妈火鳖在那边的，我们肯定要提前招火鳖的呀。但是火鳖去打他妈土区了呀，怎么办？不是远程打雪兽啊，他打太慢了。哎，算了，你去死吧。看上面，上面有这个魔兽玩家交流。可以开了，那个把那开掉吧。要不再迷信一下，让翘臀小猪再去试试啊。去呗，我们好像开的都不行啊，就他开的还可以啊。但是妹队的人品有关日了吧，好吗？他刚才不是又开那个啥了吗？他说他开个算盘，他又在那叫嚣了，说开算盘。算盘在搞，但是老二不是老三最值钱的不是飞升吗？飞升白熊啥的。对
下面开呗，胆子大点，不是你直接播了，胆子大点开。我没拖站，我没拖站，开不了。干涉，你不开我开啊？干涉，你干涉我在里面。大，你赶紧走行不行啊？大，到底想下赶紧走啊！我进去了，哇，不看我看了。干涉呀，不是你把干涉点掉，你出战斗，倒有点吓人的。什么东西啊？到你不要下一句，你不开我不说话是没有了，不说话就没了。披风没有了，没了。我说了嘛，你不开我开，我这出的啥？说嘛没有了，在那个披风，然后是英雄是战舰啥的。开完门出了，马上就叫起来了呀。没了，没呀，都说了没得没得呀，这不大梅子吗？直接出本啊，出本。出本吧，出本。把那个点开了，点开了，点了呀。点开我也要去那边呀，抢东西。我靠，差点烧死！我刀真有你的，喷着火你也动不了。冲！好像没开，机关都没关。开了，机关没关呀。这片儿还是爆率比较高。晚上好。正右。副本。哎，刀刀呢？刀刀怎么没了？我一下子冲火堆里去了。凑啊！这披风马马虎虎还行了，也不是特别凑了，但是比雪毒长剑跟那个差一点。雪毒长剑好像要的也就两个人。你拿呀，我不要了。刀刀也不要了。雪毒长剑都没人要了。你拿了替身仇恨去啊？我这双手大斧头已经掏上了呀。不不不，在打喇燃了，然后无奈死了，他是不是可以进去了？僧侣人都在这儿。可以进，那就进吧。那进呗。刀刀转双手。可以进。要不然刀刀可以先拿一个血毒，然后先他妈砍王砍起来呀！你今天为什么话这么多？我前几天都不说话，怎么回事？之前玩的时候他从来不说话，今天话特别多。因为之前我周末我都回老家，我都带着耳机，带着笔记本，今天没有回。感觉你还是话少的时候好一点。为啥？给人一种很高深莫测的，你这声音一出来就感觉是个憨批。哦，暴君暴君，快关暴君！文哥，你说这种话了，你知道吗？真的，你说话跟文月玲一样的，现在是有点像。我怎么说？他说话跟我声音又不像。你们俩声音是有一点像，很像。我说实话，很像。那个披风就他一个人要，其他人还需要吗？我跟你讲，说个恐怖的事情吧。他帮王披风出500。你跑什么？那边还有只怪，跑什么呀？还有资源没跑呀？你玩的第一人称游戏啊？比陌生者，你别说话了，你把麦关上。你说话跟扣扣威差不多。一说就不出货是吧？啊，也别说话，他不说话挺好的，不说话老是出好东西我。那我闭嘴好了。你有啥事儿还是敲键盘？敲键盘展现出你年轻人的朝气蓬勃。现在披风多少？出到500了，包出500。1600啊，1600了。看一个，看一个。谁呀？还有个谁？还有个阿道退出奇谭了啦。阿道今天肯定就回来了，肯定要来的。他今天肯定要来的，他事情应该办完了。今天。还加不加到？得提升。这装备。阿道出4000，还有人要吗？阿道是不会让道拿装备的。有提升呀，我都想拿。那你出钱呀、啊？我这边拿。我也想拿。我黄哥，我真有你的。真的老抠逼了。包是258的，我没抢。我也是258的。这什么？
这么多啊！哎呦，我看你伤害刚才下，啊，打了28万，我妈的！那瓦格里好像是厉害的呀。那瓦格里，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就伤害很高。对，瓦格里很痛的。什么？他有个尼泊龙根啊？啊，他的瓦格里打了10%几啊！他刚才那一波瓦格里打了，就打了28万，他们怀旧服都能打好多伤害的。那瓦格里很厉害的，平均2万秒伤嘛。我们上次过的那个女王27是出的尼泊龙根吗？没有，没出过，我们没见过尼泊龙根。对，普通版都没见过，别说英雄版。对，从来没见过。出了肯定买的呀，这瓦格里太强了。但是看运气，如果不触发，就跟没有一样。不是年年之上不是上面带这个东西吗？对，我就之前试过。就占比挺高的，之前就是你那个开战之前来那儿放暴风雪，你都有可能几率召唤瓦格里，然后能召50一共。秋子这个你得打，你得打到伤害才行。挺高的，别忘了记账，我是得啊，别忘了记账。记得，我都记了。要的要造成伤害才行的。不是他们那个偷那个正式服偷那个法师偷伤害，都是先在开战之前。就招五个，然后能打伤害的，不然换武器。对对，那个不用造成伤害的，他图腾都能造成伤害，就下暴风雪就行。他图腾都能触发的。他上面的介绍写的要能够触发，就司法就触发了。触发几率很高很高的。没有改过了呀，装备触发几率，改成普通的了呀。之前那个怀旧服。我们打一把视频只出发，先右边吧，先右边吧。哎，后面有怪，后面。你们接了任务没有？接了呀。上次云哥好像就没接。你就进去别用了。三个一击搞一搞，三个一击。哎，怎么死人了？出那个的，他掉了，掉线了。哎呦，出！这是英雄的是吧？对啊，都是英雄的。啊、你出3000了？红边的。对。3000倒计时。3100，熊是画27的，没错吧？嗯，是的。你们都这样给我，你这问题让人有点震惊，我的。不是，这给我搞懵了，我以为我没上猎人，随便出家，随便出家，丁师傅，我没上猎人。我出5000，不，好，一万。啊，能出手了，接上了。这包里有黄金线，借我一个。红金线吗？对。我开了鸡尾丝，我鸡尾丝在我仓库有。我找一找，我是有的。哎，我包里。啊，这黄金线里面还有。在哪？过一个就行了，过这么多干嘛？你有了，我懒得分了，我懒得分了。你玩的还给我，这个只能给那个老陌生德了了。
不会他也不要吧？好像没人要了，就你要了。东子要不了，东子也不要的。给他吧，给他吧。然后万一我他妈又不见了，我。什么？他是小号呀，他又不是大号。那我那个战略法，那我注意一下。你刚给他，你出钱呀？你说话。住了呀。那我给你好了。哎，我就差一个。不是，那剩下的都是我的，反正。什么？我东西呢？给我了呀，我给你了。你给莫那嗜血莫森给你呀，莫森嗜血给你钱，给你东西。谢了，谢了。打多少钱就打多少钱，别打个什么一百出来，人家出五百，你出一百，你多少钱？对你多，你打多少钱打出来，不要乱打，再把五百还给你，对吧？对了啊，对的，对的，对的。新婚出五千拿普通啊！我的妈，饥渴的嘴巴都要，野餐都是一万，什么东西？很少的，六升工资。这英雄的刚才也就卖三呀，三万五。还三万五跟三没什么区别，我打完这再套三角洲吧，先把这打完。站在外圈的是，这里站多少？两个小德，三个法师，三个猎人，两个小德，再加一个术士，往外站。远程反正往外站，就好像就这样了。等会儿啊，加个东西开打。把东西加一下，命令弄好快没了，打的时候再给你吼吧，我呗，没关系。好，菲斯克接 boss， 准备三二一上，菲斯克接个 boss。还有小明差点被一巴掌拍死，我好，现在看英雄打他，过来狠狠地戳他，过来那边吐毒的，能躲快躲，哎呦，是个连招。中邪恶毒气了，帮他解一下，帮他解一个。哦，离开原地，离开原地，离开原地。炸完了。好消息，各位，我修好了毒性软泥管道。哎呀，蛏子又去了，蛏子哈，糟了，伤害太高了，都 OT 的，不是 OT 了，他那个软金刚合成的时候，他软金刚合成的时候，对着他操了个大屁股，他就死了。这蛏子经常被大软泥打死，他是故意在藏，确实，非常大力，他就我听到蛏子咳嗽了一下，我。
没有，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我听到他咳嗽了。故意让显得自己很弱。没有啊，他咳嗽掩饰自己的尴尬呀。哦。对不对，村子？是不是我比较了解你？喂，村子，说句话呢。啊？是不是我比较了解你？快躲开！他拿个弹刀，我以为是个房企啊，他拿人台的。他是个法师呀，你别搞呀。原来只死了一个凑单。哎呦，明天也死了呀。说完年年就死了。好几个年子，我的真有你的。说完年年就死了。哎呦一个，我搁这等了半天，他都不合成，然后合成的一瞬间，你要保持移动，你就不会死。就在合成的时候，你要保持移动。掉在屁股后面，老道抹的，哎，无奈抹的啊，无奈是的，铁定黑，跟我没关系啊，我没抹啊，铁定黑。老道两个人才，我，哎，我没抹，反正不管我是啊，不管我是，阿道肯定不能摸的，阿道他妈虚黑。啊，你要这么说，我上个我就摸了。你摸好了，你摸好了，你威胁谁了？你摸好了，你摸好了，摸出来垃圾你自己没东西用呀！你摸好，你说好了，就是摸出垃圾，你分的钱都，你分的钱也少、啊，你摸出来也是垃圾，分的钱少，东西也没得买，你摸呀，你摸呀，片都黑没了，你看我的天哪，我这多自觉，我就现在都不靠近的。他摸的拉到摸的垃圾，他也觉得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关系？摸到垃圾就是有梅逼站在他旁边，刀上次跟我说的。感谢上标按理武林门主上课别杀老师水和莫杀，谢谢 QWZ 残月和点点点送的宝塔。上次我记得青红你怎么什么一万拿的，什么都要啊，你我也想要的呀，我打哪的呀？那你出钱呀，你喊半天你出钱呀，你滑稽不了你。出哎，你跟个 BBP 呀，在那 BB 了半天，你出钱你买就是了。局会溜钱，什么溜钱？你出两千就是你的，就两千，那我屁，就两千。上一把谁拿的？好贵好贵拿的，就两千。阿信呀，哦，好好好好，我烟还是那个烟撒千多的新婚，我就看他二七七。法强高呀，可以打打 DPS。对，二 GG 法强高，我是拿来打奶的，刚好跟这算盘凑一对。这把200已经给人了，这个手腕好像是你的。这手腕好像很多人想要啊，啊，只有他有。78，78，锁甲。锁甲呀，没有。那归你了。狂奶出500了，500你就 pass 吧，我等下一个好了，反正这一周把我那个上满打个25人全通，然后再打两周，我看看我上满那可以进来混混捡点装备了。那就上啦，好像没什么东西了。你被谁接啊？就直接掏了呗，这个反正就是让你爽打的呀，让你爽爽的打他。哎呦，趁子这么猛的，直接两万多的，很猛的呀，他一直在滑呀，他一直在滑。趁子，你这武器真的弱吗？你好好说。他的弱呀，他的隐形的数量跟我按键的数量一样，怎么可能？甚至你这东西还不能再加强了，都已经猛成这样了。你们球都不吃啊，这么混的。包子不集合的，真行。马吉也是往那边一站，动都不动。哎呦！如果你再往前站着。你看连二连都打不过呀，抢什么？又开始装点了，刚刚讲的。你跟远程比什么了？你要跟近战比的。远程又不是。近战比跟广播站有什么好比的？你等我看好了，跟广播站有的比的。
二。甚至你现在强化的诉求是什么？给你加两百 AP 吗？马吉，你回原位呀、啊！这大家要间隔开的呀，你怎么老是要吃那个毒气的？最简单嘛，就加秒伤呀！最简单嘛，加秒伤。要给你加秒杀，你这要求高了点吧？加五点秒杀行吗，村长？加五点秒杀啊？够不够？好像不是很够啊。那就不加了吧。三、二，真有你的我。你得开个牺牲，有好多人丢两次。我开不了牺牲，你们开、啊。没事，他这里也开不了英勇，没事的，他英勇开不了，主要是打教授的时候别瞎搞就行了。这个15%嘛，就当砍传奇了，怎么办？哦，这无奈故意吃岩浆打的比我低是吧？那么大个岩浆不走。无奈真不是故意的，无奈就是这个无奈眼睛里只有怪。无奈我跟你说吧，无奈真不是故意的，无奈没有那个脑子，无奈的每次打都很努力的，无奈叫不是他不叫我无奈了，他叫我是个糊涂蛋，我跟你说，无奈最近话都少了，以前喜欢这样，烟迷着眼睛了，今天迷着眼睛了，烟还没吸呢就开了。哦，烟迷着眼了，烟还没吸，点着根烟呢。别来嘴。无奈，你是不是眼镜男？你是不是戴眼镜的？不戴眼镜。你听你的声音是个戴眼镜的。戴眼镜，眼迷不了眼啊。对，能迷的，真迷。我也迷的。那你是凑蛋啊，东子。三。那没办法，这有点突然开的吧。说实话，东子，你的造型，我感觉你抽烟抽不明白我。抽不明白，这。